的表演。对对对，达达，我听说你最近在学钢琴是吗？是的，最近是在学钢琴啊。小时候曾经学过十年，后来又有十年没有弹了，现在想要捡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有困难，我觉得有困难你就不要捡起来呀。你说的是真的吗？有梦想还要去追寻的吗？对吧？ 那我知道，其实今天晚上啊，就有一个钢琴的独奏。是的，接下来这个节目啊，就是一个钢琴独奏，它和一个人物有关。Jack Sparrow and his Black Pearl， 听说过吗？啊。对，需要我再说一遍吗？啊，无非就是《加勒比海盗》里面的杰克船长，是吧？是的，没错。接下来呢，请大家一起欣赏钢琴独奏《He is a Pirate》。掌声有请。感谢演奏者用灵活的食指为我们带来这首气势磅礴的《自由之歌》。好的，说起自由啊，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同样也是传达的一种自由的态度。没错，热情、随意、个性、自由，这些呢都是街舞的代名词。是的，那么接下来请欣赏街舞表演《Once Upon a Time》。掌声有请。
谢谢，也是非常精彩的街舞表演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轮小游戏，也是给各位送福利的环节。是的，那么我想这个小游戏环节有很多的好礼品、大礼品，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在哪儿呢？又有小礼品又有大礼品，我们还要抽奖，对不对？ 对，没错啊。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游戏的规则，赛楠。好的，那么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有很多气球，对，没错，每一轮我们将从二楼向下抛十个气球，其中三个气球里面有问题和新年祝福，而我们获得气球的幸运观众呢，也可以获得我们今晚送出的奖品一份。对，没错。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有十个从天而降的气球，只有三个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迎来第一批象征2018幸福美满的气球，十个气球，呜，哇哦！大家要注意安全，大家要注意安全哦，别激动，我们还有很多气球哦。十个气球，工作人员请注意你的数量啊。哇，我们的观众真的很专业。好，那么我们有专业的主持，也有专业的观众，对不对？那么我们相信现在有第一轮结束之后有纸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举手向工作人员示意。好的，有哪位同学拿到了？别急别急，我们第一轮完了之后问完问题再来第二轮，大家稍微收拾一下自己的热情，大家都好激动啊。是的，来，哪位同学拿到了有纸条的气球呢？哎，赛楠，你记不记得去年有什么问题？去年的问题啊，大概是分享一下新年愿望，因为每一年嘛，我觉得新年愿望是最重要的。对，没错。那么接下来我相信现在有问题的同学已经可以举手向工作人员示意，对对对。那么请第一位同学，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舞台的右侧。好，我们先来采访一下那一位女生。好，请说出你的问题好吗？问题是2017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开心的问题是什么？那你最开心的问题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情可能是对，今晚要中大奖。哇，好的，那么也把你最开心的事情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大家都中大奖。好，
奖品当然也很遗憾地告诉他，这一轮还是小奖品。没有关系，我们一会儿也有奖啊，来，奖品送给你。那么下一位，我看到了那一位白色。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今晚能跟你搭档吧。哇，谢谢谢谢谢谢。从去年到今年啊，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年的开始在舞台上跟大家倒数，今年的结束也能跟大家倒数，真的是非常荣幸。那第二位朋友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请工作人员递上话筒。好，第二位朋友，你出现在哪里呢？男生是吗？是吗？不是。哎，哦，我看到那边有个同学，对，这位穿红衣服的，抢到气球，但是抢到气球这么含蓄干嘛呀？对，才能够清醒的这位幸运观众。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在浙大，你经历的最令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来，你最难忘的问题是什么事情？找到女朋友啊。哇，女朋友在现场吗？女朋友在现场吗？哇，那么我们也，那么我们对把祝福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各爷把奖品送给你，也希望你和你女朋友能够分享这一份幸福和美满。那么第三位朋友，你在哪里？哦，第三位朋友，好，来，有小辫儿的男生。哎，什么叫小辫儿？人家这个大辫儿好吗？来，我的问题是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哦，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是留学生，在这里学汉语，然后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得到 HSK 6的成绩。哇，你汉语真的很棒，我都没听出来，对不对？我以为你只是，对，我们都没有听出来，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对，你是来自哪里？德国。哇，欢迎这位德国的我们的留学生。对对对，欢迎你。我觉得他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对，不仅能实现，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实现了。来，奖品送给你。那么伴随着三位的同学已经全部结束，我们第二轮游戏也马上开始喽。三二一，呜，我们看到象征2018年可以脱离单身发出论文的气球也已经抛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有魔力的气球。对，好，那么现在有，好，请大家回到台上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个送祝福送礼品的环节。好，来，现在如果你的气球中有纸条，你就可以向工作人员示意了。再来，我记得去年有一个问题叫做你2016年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当时说完之后，我心里仿佛中了一个冷箭。他说的就是你，猜猜他是什么？他说：“哎，不能说，我觉得这个万一下面有我导师的同学什么的就不好。”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说：“2016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了博，读了直博。不过没关系，我现在2017最高兴的事情是自己是博士。”因为我觉得在科研中找到了方向，并且有这么好的课题组的同学陪伴我，也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是的。好的，那么现在第一位同学，你是不是也已经？工作人员，哦，好，第一位同学，来。是一位女生。你太走运了，去年5个月坐在我旁边。喂。好，来说出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2017年做过的最令你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最令你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点都没复习还成功的保了研。哇哇，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好的好的，很牛的，咱们的浙大学生。对对对，真的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学霸就是他，是吧？来，也把奖品送给你，希望这一份幸福可以让你一直保持下去。来，第二位朋友，你在哪里呢？哦，好，第二位朋友已经出现了，来说出你的问题吧。我的问题是2017年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说两个吗？可以可以可以。第一个是我感觉今年中不到一等奖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等奖，别急呀。好，第二个是那个
我们是那个摩登舞队团体过来的，然后今年我们摩登舞队的团那个表演只上一个节目，有个集体舞没有上，很可惜。我没有关系，明年我们的玉泉黄花夜等着你们。现在明年你还愿意跟我搭档吗？明年我就毕业了，不好意思。心里又中了一个冷箭呀。2018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与我搭档了，是吧？没有，我们还可以再请你回来。好了，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第三位同学，你在哪里？哎，那边的一位女生是吗？那边那位女生是吗？哦，好的，来，请说出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2018年有什么愿望，并说出你对家人朋友的新年祝福。好，愿望以及我的愿望是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祝福是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比我的男朋友能够多发文章。谢谢。一定是一个读博的男朋友。你这个祝福有点多呀，太贪心了。不过祝福也要送给你，也要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大家都能够2018健健康康，多发文章。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玩一轮，看大家热情这么高涨，我们象征2018最后幸福的气球抛向了大家。好的，那么我们看现在，哦，大家不要争抢，哇，看来大家对直接跳过去了，这个游戏的热情非常高涨啊。对，我觉得也许这个游戏玩刚开始的时候，在哪？你有没有印象？咱们昨天和前天都是3-4点才睡觉的，对吧？是是是，都很困。可是越到后面，看大家热情这么高涨，我们也都特别的兴奋。那接下来，我相信已经拿到气球的同学已经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对不对？好，幸运同学在哪呢？请说出。好，好，这边有一个男生。还有吗？哎，还有吗？有，哎，好，那位同学，来，请说出你的问题。2017年做过最刺激的事情是什么？做过最，并说出你对家人朋友的新年祝福。我们难度也越来越高，本来一个问题，现在是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两个问题呢？是不是要给我两个奖项？双重的幸运哈。对，因为我们要给你双倍的幸运，对，祝福。最刺激的事情，让我想想，大概就是刚才在那么多人之中瞬间抢到了两个球。恭喜你，恭喜你！最刺激的事情，来，请说出你的新年祝福。祝福，对。首先最传统的是希望我的家人朋友都那个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另外，情侣朋友们不要经常给我喂狗粮就可以了。好的，好的。为了防止第二个问题，其实还是早日这个对对对找到你的另一半，我觉得会比较好。对对对哇，那谢谢谢谢谢。好的，那么接下来送上祝福，也有请下一位。哦，这位同学。我的问题是，2017年最令你感动的人或事是什么？并说出你对家人朋友的新年祝福。2017年最令我感动的事情就是在2017年的年末和即将到来的2018年的开始，我和我的女朋友一直都在一起。哇，恭喜你们！其实刚才他在说话的时候，我还想说他是不是个留学生。他不是留学生，不过他又喂了我们一把狗粮。对对，来，太激动了，幸福送给你，也希望你和你的女朋友能够分享这一份幸福。那么接下来第三位，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好的，哇，非常的幸运啊。来，请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主持人，我能不能上台上去说？因为我从2012年参加新年晚会到现在已经7年了，今天是第一次有机会。哇，好的，当然欢迎啊，好的，来，欢迎，掌声，欢迎你。哇，居然有第一次有男生主动要求台上来分享。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你是从一二年到今年是吗？那是第几次？我是一一年，然后到环资学院读博士，然后2016年与博士毕业，今年是第七年参加这一个活动。毕业之后还来参加，对对对，对吗？啊，也希望你明年再来。好的，好，谢谢。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也是你2018年你有什么愿望？对。第二个问题是说出你对家人朋友的新年祝福。我觉得我先说祝福吧，因为在场有很多研究生，那作为一个毕业的老博，我祝在场的所有的老博们多发文章，顺利毕业，谢谢。好的，你已经毕业了是吗？我去年已经毕业了。拥抱一下，我要沾沾喜气。看来我们男主持是一位男毕业的。然后顺便说一下，我们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博士在社会上还是非常受认可的。希望大家读博士不是你的遗憾，会是你的荣耀。好的，说的非常好。说的非常的好，浙大也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耀。今天我们以浙大为荣，明天浙大也会以我们为荣。来，第二个就是说说我的新年愿望。愿望呢，我希望我们在场的同学们帮我一起来完成。那我先在此谢谢大家。哇，一起来完成，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一起来，你想要完成什么愿望？我从2011年然后到浙江大学读博士，在这5年的时间，浙江大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然后让我获得了很多知识，让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找了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哇，然后今天她也在台上进行了表演，那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在我们温暖的母校台上表演，在我们亲爱的老师还有我们亲爱的同学的见证下，我想跟我女朋友进行一个誓言，希望大家支持，谢谢。哇，我有点懵。陆湘宁在哪里？哇，我的妈呀，我的天，是我的湘宁。你认识她吗？对啊，她是我的好闺蜜。哇，真的是非常的巧。我就听说她有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男朋友，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居然哇湘宁来到我们中间好不好？我也有点激动，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吧，来到舞台中间。哇湘宁，我这个把时间把舞台，我觉得把舞台留给，每次问我的时候说对你有做下什么承诺，我觉得这个承诺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说的人，我觉得做更重要。有我们浙江大学教育我们也是求是嘛，所以我希望在母校，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见证下，那说下我的承诺。一辈子很短，我希望我们珍惜每一天，然后我希望陪你一起慢慢变老。陆湘宁，请嫁给我吧。哇，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可以先不带吗？这个我想让你说出我有那六个优点，好不好？好，考你了，六个优点。第一个是，气质比较好；第二是学习好；第三个是，文艺好；第四个是性格好；第五个是学习好；第六个是……重复了。你第二个说的就是学习好，身体好。三好学生对吗？五好。完美。第六好是什么都好。哇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真是。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嗯，就是有点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想象当中的求婚没有这么大的场面，就是应该是很就是可能就只要自己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见证就可以了。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今天能上舞台来求婚。嗯，嫁给我吧。哇，我觉得湘宁还是要说出那句话。对，还是要说出那句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愿意。哇，恭喜恭喜这一对，可以说是新人了。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谢谢谢谢。我刚刚就一直在想啊，这份求婚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婚姻啊，既是爱情的见证，也是生活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们注定着两个相爱的人啊，彼此相爱，并且开启一段新的生活。那么我觉得啊，日后的生活中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每一天都是浪漫的，也许会有磕磕绊绊，也许会有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仅是给他们做见证，也是给他们来加油打气的，对吧？是的，我们男主持啊，平时也是这个司仪，经常做司仪的，所以刚才他已经对于这个一对新人进行了爱情婚姻上的一些指点。没有没有，咱指点谈不上啊。那么如果各位同意，让他们更加幸福更加美满，一点点掌声告诉他们好吗？谢谢各位的掌声啊，真的是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真的说心里话，真的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我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愿望，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闺蜜。哎，好吧，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这也是在2017年留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惊喜，也希望把这份惊喜化作祝福送给他们二位。是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抽奖环节。没错，这一轮我们要抽出的呢是我们三个三等奖，是什么？小米蓝牙无线音响。当然呢，也要感谢一下支持我们这一次晚会的我们的金主，他们是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好的，感谢您对本次活动赞助，希望多来赞助，好吧？来，有请李一送上抽奖箱。李一缓缓归。哦，对。哇，来，谢谢我们漂亮的李一，先抽一个吧。第一位，你是八三七号，你在现场吗？八三七，在吗？哇，我听到了，听到了声音。二楼好，那请你慢一点，不要着急，我们给你充足的时间，小心。我看到二楼，赶紧到舞台上，直接冲下来，还好不是一等奖，一等奖可能就直接翻下来了。来，第二个是723号，你在现场吗？723号，你在现场吗？哇，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是四是哪个位呢？488号，你在现场吗？488号，你在现场吗？不在，我们要重新抽了。在吗？我有请你到台上来，恭喜你。恭喜我们以上三位同学。其实我还没缓过来，我还一直在想刚刚的那个真的很甜蜜的画面啊，没想到我们接下来就要产生了三位幸运儿。来，有请。好，还有一位我们二楼的同学来了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位同学。好，请我们三位同学来到台中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还是很俗啊，来给大家送一下新年的祝福，我们这个奖才能给你啊。祝大家在2018年能发更多的 paper。 好，谢谢你，我收下了。来，第二位祝大家2018年万事如意，然后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也能够实现自己想实现的所有的愿望。哇，这个愿望真的是，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一个比一个好。来，接下来你是不是很紧张？不要紧张。来，第三个祝福。刚才那个老伯的表白让我真的很感动，所以说我希望2018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另外，2018年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幸运。谢谢。哇，谢谢，好的，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感谢以上三位同学，然后恭喜你们能够中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浙江大学研工部部长张荣祥老师上台为我们三等奖颁奖。好，请我们的同学来到台中央。来，
请你们走到舞台中央来，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不过没事，一会儿我们还有二等奖和一等奖，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双一流嘛。好，感谢张老师今天一直陪伴着我们。李怡小姐，哇，谢谢张部长，谢谢张部长，给我了一个新年的祝福。好，也希望感谢张部长，您跟他们合影一下。感谢张部长，也恭喜以上获奖的三位同学，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份幸福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请张部长和同学到台下，谢谢张部长。好的，赛楠，那么我们这个环节真是占了大家好多好多的时间，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是的，那么我们也赶快进入我们的节目。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啊，就是解放之前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串烧王，掌声有请。欢迎。啊，不好意思，我们是解散之前。
I can use it anymore. In dark to see, feels like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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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Mama put my guns in the ground, 'cause I can't shoot them anymore. That cold black cloud is coming down. Feels like I'm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Feels like a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Knock, knock,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Everybody's got the price. I wanna hold it sweet at night. When the sale comes first and the juice comes second, just stop for a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mn mysterious. Got your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r heels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oks to the left,
can you feel that? Yeah, we paid them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the cha-ching, cha-ching. Ain't about the yeah, bubbling, bubbling.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We need to take it back in time.Music made us all unite, and it wasn't low blows and video hoes. Am I the only one getting tired? Why is everybody so obsessed? Money can buy us happiness. Can we all slow down and enjoy it right now? Guarantee you we'll be feeling alright. Everybody looks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s to the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Yeah, we pay them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the cha-ching, cha-ching. Ain't about the yeah, bubbling, bubbling.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Keep a price tag and take a cash back. Just give me 6 drinks and a half stack. And you can keep it a car, limit the garage. And all I, yes, all I need are key and guitars. And guess what? In 30 seconds, I leave it to Mars. Leave it, can't leave it, crawl. This song, deep up, inside this, man, you can't put the price on the light. So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the sacrifice that we not. And we gon' start for never. Waiting to see self defeat. So we gon'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everyone say,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make world dance, dance, baby.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the to change the chain. Ain't about the yeah, bubbling, bubbling.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World dance. World dance, baby. Price tag. Price tag.谢谢。能把那个话筒架拿上来一下吗？大家晚上好。刚刚等太久了，嗓子都没开上来，直接唱破了呀，尴尬的不行。我们的主唱姐姐特别不厚道，她忘记介绍乐队成员了。大家好，我是解散之前的 rapper， 我叫夏鸿生。这个节目顺序安排的对我特别不友好啊，因为我是一个这个节目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前面不秀恩爱啊，就是走秀啊，美女啊，对我一个汉子特别不友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为这个孤独的节目啊打打 call 啊，欢呼一下。谢谢谢谢。能问大家个问题吗？啊，你说不能我也问好吧。你们有喜欢的人吗？啊，说没有的女同学啊，我记住你了啊，你可以喜欢一下我啊，我可以做到雨露均沾啊。如果你有的话，他在你身边的话，请你拉起他的手。如果他在远方，请你拨通他的电话，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会帮你们传达你们想传达的所有都传达不到的东西，然后顺便也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刚刚求婚成功的陆湘宁夫妇吧，对的吧，祝你们幸福。这最后一段话呢，是想对我心中那个姑娘说啊，我不太清楚你在不在现场啊，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这个手有没有在座的各位快，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记录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这是我将一步一步和你携手走过余生的过程。 Baby, this one for you。 如果明天不再相遇。
was the junction on the beat。我睁开眼睛，熟悉这环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如此梦幻的陷阱，周遭的事物不再现实，沾染仙气，略带神秘，展示恬静，发现世外桃源般立马前进，走过茂密的树林，躲过烈日的无情，在石子的路上起舞，害怕将精灵惊醒，你就坐在那里，伴着小溪的嬉戏，长发短裙和自然融为一体，安静的背影需要怎样将你追寻，似乎缺少走上前认识你的勇气，我在思索花费多少时间才能碰你肩，我在犹豫是否机会实现还需等一天，眼睛如漓江的水流动着特人心脾的美，我缺少可以表述的嘴描述着不是那么背，为何我们跋山涉水希冀实现那么背，为何我们斗转轮回几世之间，不好意思，等下唱完能坐你旁边吗？陪你从日出到日落，树木发芽到荒漠，空中有流星划过，道出心中的寄托，许下的心愿也许不会灵验，可有我的陪伴陪你直到永远。能让我看一下你们荧光棒吗？茫茫人海寻找一份爱 Baby this one for you Baby this one for you 不再清醒 This one for you 不再相遇 This one for you 茫茫人海寻找一份爱Baby this one for you Baby this one for you空无一人，开始那间房，帘子快拉起，打开那窗，闹钟在响，不敢神伤，匆匆忙忙向上站站，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会烦恼，这幻想在心底里缠绕，这无力的、孤寂的、不值得鼓励的琐事将我困扰，只为了找到你。不管身在家乡还是漂泊异地，即便许久之前你不知踪影，又和亲戚朋友失去所联系，为了找到你，老人相劝全都不听，听不进去，全部是耳旁风，学会触类旁通，一直醉当风，不敢乐在当中，天天上下班忙忙碌碌，交换地的公交反反复复，日子如初，相貌如故，少有倾诉，辛辛苦苦，梦境与现实，现实或偏执，独自有故事，等待着歌读，白天的小人，夜里的笑声，逃避却着迷，背地里喝，坚信你一直在离我和终点不远的不远处，风雨载途却闪耀着羡慕的炫目，直到我努力跑到你那里，因为我在哪儿见过你，我说我们曾经很熟悉，像是在我梦里。茫茫人海寻找一份爱 Baby this one for you Baby this one for you 不再相遇 This one for you 不再清醒 This one for you 茫茫人海寻找一份爱 Baby this one for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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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谢谢。刚才的这段 rap， 我相信台下的很多观众都已经看花了眼，眼睛都已经闪起光来了。没错，这么温柔又浪漫的 rap 我还是第一次听。不过接下来呀，我们要让大家在好浪漫之后再感受感受什么叫做好神奇。对的，那么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就真的不要眨眼睛了，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有浙大刘谦之称的何顺同学。对，没错，我们的魔术师表演的魔术呀，我是有幸看过一次的，我真的是贴着他我都看不出来他是怎么变的，所以台下的观众离得比较远更要仔细看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魔术师何顺带我们走进魔幻的世界。有请。请。
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我是来自机械学院的魔术师何顺。麦，那个后台八号麦，麻烦开一下啊，麦。就开一下小蜜蜂的麦。对，八号。好，那么其实在接下来的表演的一开始呢，我要先跟各位呢说一个秘密。好，什么样的秘密呢？就是每一次到我演出完了到后场休息的时候呢，会有好多人跑过来问我啊，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你是魔术师哈，你什么都会变，能不能给我们变一些钱出来呢？好，这个问题啊问的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我想说当然可以啊，其实呢不瞒大家说，到目前为止呢，我自己个人所有的花费呢都是我自己变出来的啊。如果高兴的话呢，房子也可以这样变出来啊，再高兴的话呢，车子也可以这样变出来，真的啊。不过呢，我从大家的笑声中可能不大相信我说的话，对吧？那么今天晚上在这里呢，我就要给各位变钱啊。现场谁有100块钱的钞票可以借我一张，我变2张还给他啊。谁有100块借我变2张还给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谁有啊？这位同学哈，掏钱速度是非常的快，一看就知道是个非常贪心的同学。好，这边来。哎，同学等一下。好，我们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吧。同学叫什么名字？我叫小仙女吧。小仙女是吗？啊，小仙同学。好，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哈。这个100块钱谁的？我的呀。啊，你应该说是我小仙的。啊，是我小仙的呀。啊，你现在把它给了谁？还是我的呀，没给你啊。啊，你要先说明一下场上的情况，因为你要把100块借给我，对吧？啊。喂，好。我把这个100块钱呢，暂时给你保管一下，然后它还是我的。好。那么接下来暂时先给我保管一下哈，那我先把它很不客气的收下了哈，你可以先回去了。好，那么我们的接下来呢，进入下一个表演好了。好，其实接下来表演呢，跟这个100块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啊，当然开个玩笑。我刚刚说了，我要把它变2张，我就一定会把它变2张，而且我一定会还给你。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魔术师，他们都会变钱，但是有的人呢，他变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如果你用的话呢，可能会被警察叔叔抓起来。啊，还有的人呢，他变出来的钱呢，虽然是真的，但是他不一定会还给你。而我不一样，我变出来的一定是真钞，而且我一定会还给你。好，就算你不要，我要强迫你把它收下来。好，仔细看。首先100块钱钞票，好，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100块。好，我先把这张钞票呢像这样对折一次，像这个样子，好，对折一下。好，然后呢再把它这样对折一下，是的，你会发现这个钞票它就慢慢的变小，对吧？好，再这样对折一下。千万不要眨眼睛哈，因为事情呢往往就发生在电光石火一瞬间。好，再折一下，然后呢把它翻过来，是的，吹口气你就发现钞票颜色变掉了。好，100块钱钞票呢，它在各位眼前，好，瞬间它就变成了2张，好，10块钱的钞票，谢谢大家。好，是的，钞票一张变2张，我没有说错。好，来，小仙同学，你的钞票请收好。来，好，其实看魔术呢也会学到很多道理哈。比如说刚刚这个魔术呢，他就告诉我们贪心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好，那么接下来的表演呢是一个绳子的魔术。好，我这里呢有一条绳子，其实每一次当我拿出一条绳子的时候呢，观众都会给我2个字，道具啊。他们可能觉得魔术师拿出来的绳子大多有什么巧妙的机关什么东西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这条绳子呢，我要请现场的观众帮我检查一下好了，随便哪个观众帮我检查一下。好，那边就好吧，扔下去检查一下，确认的可以2个人拉拉看，确认的是非常正常的绳子。有问题吗？检查一下。好，没有问题的话请拿上来好吗？对，好，当然接下来除了这个绳子之外呢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戒指。好，现场是有戴戒指的可以借我一下好吗？是有戴戒指啊，我想起来，我自己有带了戒指过来哈。这个呢是我自己平时用的一根戒指。好，当然这样好了，我要请再请一个观众帮我检查一下这个戒指，确认有没有问题好吗？来，这边这个观众帮我检查一下。好，确认呢上面没有任何的机关呀、洞啊、缝隙之类的，有洞吗？有吗？没有洞是吗？好，这个观众眼睛可能有点问题啊，这边有个很大的洞在这边。好，接下来
接下来我把这个绳子穿到这个戒指里面去。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要做什么事情？解释一下，我要把这个绳子呢，从中间这个地方呢，给它打一个结，好像这个样子一拉，它就会出现一个绳结。好，现在呢，我手上有两个圈，这个绳子呢，它是一个圈，它叫做绳圈。然后呢，这个戒指呢，本身就是一个圈。好，这两个圈现在是连在一起的状态。如果呢，我要想把这个圈拿出来的话呢，那我必须把绳子给它咔嚓剪断，或者呢，把绳结给它解开。但是魔术师呢，他平时并不做这种事情。仔细看，我把这个圈拿起来，好，然后呢，把绳子这样穿过去，从这边到这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只是吹口气就好了，数三下，一、二、三，你就发现这个圈它就出来了。好，刚刚只是慢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快动作来一次，仔细看，圈绳子。吹口气，一二三，一丢你会发现，哎，它又进去了。好，这个是快动作。其实好多人我看一头雾水，他们可能想知道这个魔术怎么变的，没有关系，今天我就告诉你这个魔术怎么变的。好，其实呢，在我口袋里面我藏了一样东西，好，只不过这个东西呢它叫做剪刀，不过这个剪刀长得跟我这个手有点像。好，仔细看，我的手它就跟剪刀一样，如果你嫌这个绳子太长了呢，你可以咔嚓把它剪断掉。好，剪断掉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好，接下来我这个手它还跟剪刀一样，还可以剪。如果你嫌这个绳太长了呢，你再可以把它剪掉一截，无所谓。好，那么经过剪断之后呢，现在我手上呢应该是有两条绳子哈，一条稍微长一点，还一条呢稍微短一点。好，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根绳子呢给它变成一样长，好，变成一样长。事情很简单，好，我只要拉住这两个绳子的另一端，然后吹口气，数三下。一二三，两条绳子立马变成一样长。哦，刚刚有检查过的绳子对吧？有检查过哈，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这件事情呢算是相当的不可思议。哪里不可思议呢？没有掌声最不可思议。好，那么接下来这样好了，接下来我拉住这个绳子中间这一部分把它捏起来，然后呢吹口气，一二三，你会发现两条绳子呢瞬间变成一条绳子。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把这个绳子呢从中间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一个绳子呢有两个头对吧，我把这个绳头呢塞到我的口袋里面去。好，这个绳头放到我的口袋里面去，接下来我拿出来一个头一丢，你就发现它出来一个绳头。好，我再拿起来一个头呢，它又出来一个，那意味着呢我口袋里又变成一条完好的绳子。谢谢大家。好，当然绳子同样可以检查，好，可以检查，这边可以再检查一下，确认是非常正常的绳子。好，其实我看下面的各位哈，看的是津津有味，大家都不亦乐乎啊，只有一个人神情凝重，就好像呢有人欠他钱一样。小仙同学，来这边来。我看你刚刚好像表情有点凝重啊，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开心吗？我居然没有写论文来这边给你骗了80块钱。其实呢这样好了，你应该这样想，你花80块钱来看这么一次演出对吧，还当了一次这么好的观众啊，你觉得值吗？值。值哈，值哈。那这样好了，我让你再值一点。好，你想不想再看一次刚刚的变钱的魔术？想，我还有。想什么？再拿100块变两张还给你。好了好了，我们改变一下规则好了，我们改变一下规则。第一次碰到这么有钱的观众，啊，算了算了，我们改变一下规则好了。这样的吧，你拿两张，我给你变一张，拿两张10块的吧，两张10块的，啊，看来这个观众土豪哈，土豪。这样好了，接下来这样好了，接下来好，我要把这两张10块呢变回一张还给你。好，所以呢接下来千万不要眨眼睛哈，这两张10块钱呢接下来会在各位眼前瞬间它就会变成一张1块钱的钞票。哈，仔细看，两张10块钱钞票呢，我先把它这样对折一次哈，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再这样对折一次。是的，千万不要眨眼睛。好，事情呢就发生在电光石火一瞬间。好，再这样对折一次，然后呢吹口气，你会发现钞票呢颜色瞬间就产生了变化。是的，两张10块钱钞票瞬间变成了一张100块钱的钞票。来，小仙同学，你的钞票。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表演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和顺非常精彩的一个魔术啊。那么我们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18年的钟声也马上就要敲响了。那么在钟声敲响之前，我们还是要看很多的节目。接下来这个节目啊，就是由我们浙江大学研究生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民乐和西洋乐的碰撞，它的名字叫做Chinese Tall Story。掌声有请。好的，我透过屏幕啊，悄悄的看到屏幕后面的你们是如此的期待，你们期待什么呢？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答案就可以揭晓了。我们浙江大学研究生艺术团器乐分团又可以分为我们的西洋乐团和民乐团，我们分为两个时间来进行培训，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浙江大学研究生艺术团，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份艺术的美妙体验。好，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幕之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精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幕拉开，精彩继续。
们演艺七月分团的表演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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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呀。就是卡带了吗？一下子说这么多真的。其实不是，是因为呀，咱们生活中不确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这种确实的感受我就想好好的强调一下。不确定的事情多，那确定的事情也很多嘛。是吧？确定的事情确实也很多。接下来登场的呢，都是一群有故事的同学。我在请他们来描述自己的节目时，他们只向我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爱你是我确定的事。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的歌声 Sure Thing。 掌声有请。Love you like a brother, treat you like a friend, respect you like a lover.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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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Hey, hey. If you be the cash, I'll be the rubber band. You be the match, I could be the fuse. Boom, and the baby, you could be the muse. A cigarette and I'm a smoker. Reread the back. You are the joker. Just told you are the joke. And I'll be the bad boy. You can be the joke. I could be the one. Even when the sky comes falling, even when the sun don't shine, I got faith in you and I. So put your pretty little hands in mine. Even when I'm down to the wire, babe. Even when this love is a sure thing. You could bet then never gotta sweat there. You could bet then never gotta sweat there. You could bet then never gotta sweat there. There, there. It could be the lover, fight a babe. If I'm the blonde, it could be the lighter, babe. Fight up, write a baby, you could be the note. If I'm a lyric, baby, you could be the note. Record that. Sin, I'm a sinner. Prize, I'm a winner. It's you.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that? Paper, baby, I'll be the pen. See the only one, cause you're a 10. Thrill, number 10. Even when the sky comes falling, even when the sun don't shine, I got faith in you and I. So put your pretty little hands in mine. You can even when the never down got to the wine, babe. You can even when the never got to the wine. Falling the every single time I look into your eyes, those eyes. You never lie, I can do mine so hard. But you got the wrong, I get mad, baby. How I get over, get around. Wanna make you spend a whole day with me, boy. Play me like a toy and more just to enjoy. Hoping this moment lasts forever. I gonna feel whatsoever. You're my one and only lover. Ay. Road dice and bad tries. Don't think I live that without you in it. You can better never swear that you know what I'm said. Ready or now, I'ma go to bite tonight. Ay. I got a shot, won't you be my kryptonite? Yeah. Love you like a brother. Treat you like a friend. Respect you like a lover.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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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咱光明正大的。
中海的湛蓝，马德里的不思议，轻踩着 flamingo 的脚步，吉他声缓缓而漫长。浩然，听我这样的描述，能不能够猜到接下来是什么样的节目呢？我猜那里一定有身穿绣金服装的斗牛士，烈烈生风的红布，狂怒的公牛和热血沸腾的观众。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想必就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斗牛舞了，是吗？是的，姑娘们啊，将舞动她们非常窈窕的身姿，为我们带来一段魅惑的肚皮舞。掌声，亲民西班牙，掌声有请。有请。Thank you.
们接下来这个节目会是什么呢？2018年的脚步在慢慢的走近，我明显感到台下在有着明显的这种躁动。没错，所有人呢都在盼望着零点的到来吧。我跟你讲，接下来要厉害了。什么厉害了？猜一猜什么厉害了？我猜肯定是节目厉害了吗？没错，接下来这个节目啊非常的厉害。怎么个厉害法？赶紧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吧。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我们零点之前的一个压轴节目。压轴节目呀？是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咱们就赶紧下去，让大家伙赶紧来欣赏这怎么样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好看、非常劲爆的压轴节目吧。等一等，还是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好吧。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 Dance for More。 Dance 永远都没有尽头，对吧？对的，也希望我们浙大的学生能够在这支舞中能够找到自己，能够感到新年的脚步在慢慢的靠近。有请 DFM 街舞社为我们带来 Dance for More， 掌声有请。Chopper DM, you just
같이 get going. Propose again ceremony. 정해보자 호칭. 허리 말고 자기 어린 dolling. 낯간지럼 내 상상해봐도 긴장된 필요해 light up my call. 덩치는 사만의 돈이 약해서 작아지 내 own 내 맘 가나 첫눈에 미끄러지듯이 falling in love. 내 맘은 우진 범인인 건 너의 미모 질투의 여신도 내 심장에 떨림은 진도 치명적인 매력이 내 killing. 섹시의 날 자극하는 hot chillin'. 오해하지마 나는 진짜 진심으로 채워줄게 너의 인정. 지금 나는 내 제일 아름다운 건 너야 lady. Oh, oh, baby. 널 향한 내 맘이 돈이면 아마 안 들렸네. 널 좋아해. 我们很少能看得到像六位主持一起在台上的时候啊，说明接下来一定是非常特别的时刻了。对，而且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的，今天呢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同学朋友恋人家人我们都怀着最大的热忱邀请您一起共迎新年。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科研硕果，事业进步，在过去的一年无论您收获什么我们都会在明年祝您更好。今天也是一个充满了祝福的日子，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那么无论您对新年有怎么样的愿望，我们都邀您一起抖擞精神，幸福永远。没错，今天同样是一个迎新的日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无论您是几零后，我们都邀请您一起共度青春，迎接新的一年。是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新年新感觉新目标，加在一起就是新年快乐。吃过了求事餐，今晚我们又用精彩的节目为您加了一顿美味的年夜饭。今夜尝不尽的是成长的酸甜苦辣，今夜美不够的是青春洋溢的浙大风采。那么转眼间啊，马上就要到2018年了，看到你们台下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我们再次赋予时间以壮丽感。我们即将在这个崭新的年头里第一次见面，那么我知道此时此刻在西溪，在紫金港，在画家池，在枝江，在舟山，以及我们的海宁国际校区，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相同的方式庆祝着新年钟声的到来。站在时间的门槛，一年与一年不过一步之遥，回首2017，我们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秉承求是创新之文脉，培养应用创新之人才，用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献礼百念浙大。展望2018，让我们继续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牢记海纳江河，起真厚德，开悟前民，树我邦国之精神，昂首阔步，奋勇向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以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沐浴新年的阳光，一些朝向内心的期许会在琐碎的生活中诞生，一些面向世界的梦想会从平淡的日子里开启。我们祝福你，祝福你的期许和梦想在温暖的大陆栖息生长，祝福新时代，祝你新年好。新年的钟声啊即将敲响，我们将告别2017，迎来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2018年。感谢朋友一年的相伴，感谢父母一年的牵挂，感谢兄弟一年的支持，感谢过去一年的经历所带给我们所有的锤炼。而我们即将迎来的呢，也是更加砥砺奋进的二零
座的各位都能够携手并肩，矢志笃行，共同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实现内涵跨越式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亲爱的朋友们，2018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2018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同样它也是大有作为的一年。迎着新年的曙光，百念浙大的荣光将由你我续写。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与旧岁告别，用激情去迎接一个更加美好而灿烂的春天。我们感恩老师，感恩好友，当然我们要在这里给自己点个赞，感谢自己过去一年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去迎接一个充满信心、满怀激情、更加灿烂而明媚的春天。没错，每年的今天，我们踏歌而来，与昨天的自己告别，向新一年的自己招手。各位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倒计时已经只有接近10秒了，让我们一起倒数：7、6、5、4、3、2、1。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朋友们！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新的一年已经到了，在这里让我们深情地说一声2018，你好！你好，2018，新的一年我们准备好了。党的19大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青年学子也应该在新的一年中肩负新时代使命，求是创新，不负使命。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浙大人牢固树立一流意识，紧紧围绕一流目标，认真贯彻一流标准。让我们带着属于我们特有的精神气质，融通中外，开放包容，学习弘扬传统文化，坚定地树立起文化自信。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自觉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格局，勇攀科研高峰，立足时代全面发展，踏上新征程，为实现200年的目标不懈奋斗。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浙江大学研究生会、博士生会主席团闪亮登场，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掌声有请。又是一年，这一年过程中啊，我们刚刚仿佛才是去年刚刚收到了祝福，马上2018就来了。来，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研究生会主席韩佳楠。2017年是喜事连连的一年，2018年是无限光明前景的一年。在此，我送给大家的上联是：喜迎新时代，山河锦绣，万象更新。下联是：争创双一流，青年腾飞，举世无双。好，我们浙江大学就是要在这样的不懈奋斗中向双一流的目标不断靠近。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送出的第二幅对联。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方若水，我给大家送出的对联是：上联庆新春，新时代，锦绣中华，创未来。下联是歌盛世，双甲子，筑梦一流，谱新篇。好，写得真好。我们浙江大学在迈过百年的步伐之后，也将戎装焕发，向着另外一个春天而不懈靠近。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苟恒通，我给大家带来上联是百年岁月今朝好，绘一流宏图。我为大家带来的下联是千古江山当代新，正时代伟业。好，我们浙江大学的学子就应该以时代为己任，以责任为目标，不断向前发展。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四幅春联。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我为大家带来的上联是十口心思起真梦，思家思国思社稷。下联是八目上朝求是魂，朝心朝真朝头立。好的，那么我们求是学子啊，更应该秉承求是的精神，把求是放在
任何的每一个角落。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研会的最后一幅对联。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会副主席董晓阳，我的上联是育人育德育百年名校，下联是立业立志立四海名校。好的，也祝福我们浙江大学在未来的目标中可以不断向前，向着双一流的宏伟蓝图而不懈努力。好了，赛楠，我这边研会的已经全部结束了，来看一下你那边。好的，谢谢研会的同学们，我们现在看一下浙江大学博士生会带来的祝福。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新年好，我是浙江大学博士生会主席李德帝。我们六位主席来自于六个不同的校区，我们便以校区为主题为大家献上祝福。我是来自玉泉校区能源工程学院，我的上联是老河风清，自传百载成球世，下联是竹向云起，德宏八方立创新。哇，好一副对联，属于玉泉的对联。那我们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位主席。大家好，我是来自紫金港的博士生会副主席叶星海。那今天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时代新征程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功。我给大家带来的上联是乘时代之巨澜，俊才点染求是缘，下联是金大业于设计，学子进州紫金港。谢谢大家。哇，太棒了，这一首属于紫金港特别的对联。好，那么我看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主席。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博士生会副主席刘庆年，我来自华家池校区。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我的对联是春满杏林，球是马跃华池水，人在一心，奋进歌起庆春月。哇，谢谢我们这位主席啊，也是一位医学生，我相信他也会像他春联中所说的一样，医者仁心。谢谢。那么这位女同学哈，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校区光华法学院的学生吴青，校博会主席团成员。我为大家带来的上联是潮状云英，求是英进，求是英，求是英正尽自由，下联是天高浪阔，浙大孟阳楚云舒。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位特别激动的咱们的这个同学哈。接下来这一位哈，这一位我特别熟悉，来自西溪的主席。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博士生会副主席，来自西溪校区人文学院中文系的韩宇轩。我给大家带来的代表西溪校区的上联是文君一池知创新之为体，下联是五种先贤笃求真之为宏。哇，太棒了，谢谢，谢谢这一幅属于西溪的对联。那么最后这一位就是来自我们舟山校区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舟山校区的李小飞，是现任浙江大学博士生会副主席。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为大家带来的上联是海天揽胜，舟行自在远远，下联是风起云涌，扬帆起航流长。那么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在2018年运气与实力兼具，科研与对象齐飞。谢谢。好，说得真好啊。那么我们场上所有的对联都已经送出去了，让我们一起合影留住这难忘的时刻。来，我们一起靠近一点。每一副对联啊，都代表着新春的祝福。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研究生会、博士生会主席团的成员，感谢你们。好，请你们到台侧稍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同学们。那么对联送出去了，我们也该要下一个节目是吧？赛楠，我觉得我们在台上站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对，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搭档来为我们揭晓下一个节目吧。好，有请我们的搭档。
中华传统文化呀，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因兼收并蓄而博大精深，因求同存异而源远流长，因历史悠久而底蕴深厚，因推陈出新而独领风骚，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和根基。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千百年的锤炼，世代相传，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的这个舞台剧啊，就将带领我们回顾中国历史，感受大国韵味。国韵，掌声有请。有请。同桌，你在这什么课呀？历史课呀。喂，又是历史课呀？真无聊。好像没事。没事就，哎，你说说你，连咱们老祖宗的历史都不关心，咱们五千年的历史你能知道多少呀？好了好了，别说了，听得我脑袋疼。你以为我不想学好呀？看见历史大师年表我就犯困。不说了不说了，我先睡会儿觉。哎，我真是服了你了。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节课的内容。上节课说到夏商西周之后，我们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在战乱期间，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分为西汉与东汉。西汉继承并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送人千里，终须一别，陛下请回吧。爱卿，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今日你与我站在此台上，此去西域，凶险异常。然匈奴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愿卿不辱使命，早去早回。不好意思，同志们。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在唐朝。统治中国长达290年的唐王朝，疆域辽阔，政令统一，物资丰富，对外交往广泛，国力强盛带来的胸襟博大，使大唐文化在吸取外来物资文化的养分中，登上了那个时代人类文化的巅峰。丝绸、唐诗、
茶文化，都是闻名于世界的璀璨瑰宝。与开放的唐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则是一种相对收敛的类型。宋代虽然在政治上开放民主，但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服饰文化不再像唐朝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唐宋八大家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我国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茶，香叶嫩芽，诗客爱僧家，脸雕白玉，罗织红纱，调间黄蕊色，婉转曲成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并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启奏陛下，当鸦片味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以足蔽孤，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俱甚，法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营。臣才识浅陋，独此利害切要关头，一恐注视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仅在历程复片密臣，扶起圣剑，谨奏。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抗战序幕。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年轻的爱国志士们发出了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时代最强音，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延续人脉，为国育才，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坚持办学。从浙江杭州到贵州遵义、湄潭，在2600余公里的迁徙跋涉中，谱写了一曲闻君长征的壮丽凯歌。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悟前明，恕我邦国，自强不息，思锐贯通，弄潮卓越，启国功中。沿着这条永无止境的长路，上下求索，勇往直前，铭记历史，感恩湄潭。除了湖南人没有。老师，您继续，继续。我卖什么？叫醒了，要开始为中华崛起而读历史了。那是，以前呀，我总觉得学历史就不是听听故事，听过了也就完了。但现在我发现，历史连接着现实，一切都那么有意思。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看问题呀，我发现好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怪不得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要用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呢。是呀，你才知道呢，习大大不是说过吗？历史啊，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啊，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历史感，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还要有深邃的历史思维才行啊。是啊，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不仅要在网上为新时代打 call，还要实际行动拥抱新时代呢。是呀，中国有着5000年的发展史，
传统文化底蕴深藏，这些可都是我们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呢。那你还不好好听课？不，可不敢了，同桌，太后悔了。快，赶快给我讲讲这个五四运动，还有这个戊戌变法。哎呀，哪那么麻烦呢？你看，妈的，手里妈的。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半的好礼没有送出去呢。在我们这个晚会的最后啊，还会有一轮抽奖环节，有一半的好礼将在到时候啊送给大家。人生的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下面请欣赏歌伴舞《大鱼》，掌声有请。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翅膀已经开。
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心。感谢他们精彩的表现，下面请欣赏武术串烧风华绝代。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你站，你站来，yeah, 王牌要狂。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人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怀里在一绝。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看着战火飘扬，化解对手力量，熊熊气势再出发。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长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怀里在一绝。精彩的武术表演，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是全场最后一个节目，狂野男孩，掌声有请。接下来请欣赏华尔兹集体舞 The Fourth。Thank you.
好的，非常感谢。值得提醒的是啊，我们还有一半的奖项等待着各位。那么刚刚看各位没有激情啊，跟各位开了个玩笑。最后一个节目《狂野男孩》，掌声有请。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最令人激动的抽奖环节。好了，到了我们最后一轮的抽奖环节，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没错，这也是本场晚会的最后一轮的抽奖环节。在本次环节中，我们将为大家抽取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和两个三等奖。也就是说啊，还有一台 ThinkPad 没有送出去，而且还有一台 Mate 10还在我们手上。对，当然还有两个两 TB 的移动硬盘。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为大家抽取今天晚上的幸运观众吧。有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我们的抽奖箱。好的，有请李小姐。那首先有请我为大家先抽取两个今天晚上的三等奖的获得者。好的，那么第一位获得三等奖的观众是这位编号为00696的观众，请问您现在还在现场吗？00696，如果不在的话，这张就要报废了。在吗？好的，我们再抽一张。第二位是00359，在现场吗？在吗？在啊，我看到了这位女生举手了。有请工作人员引导这位观众上台。00359，那另外一位三等奖的获得者的是00333。00333，在场吗？在吗？在这儿是吗？来，请赶紧到舞台上来。好的，在他们上舞台的过程中，那我接下来为大家抽取今天晚上的一个二等奖的获得者。来，我将手朝下面伸一点。好的，这一位编号为00255。00255啊，这位观众坐得非常的前面啊，赶紧上台吧。好的，有请我们的获奖的观众来到我们舞台中央。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今天晚上的终极大奖，对吧？是，最后还有一台 ThinkPad 没有送出去。对，那这个一等奖就这个机会可以给我吗？对。好的，那么我就来抽取最后的一个大奖啦，大家期待吗？我是不是得多抽一会儿啊？这位乘客啊 ，VIP 乘客的号码是00513。哇，这位观众立马跳起来了。00513，
他狂奔到了舞台。来，同样有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我们的奖品。首先是我们三等奖的获得者，三等奖是哪两位？好，再有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二等奖和今天晚上的一等奖。好的，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以上四位获奖的观众。我们接下来，好，请你们台下，请你们到台下稍事休息啊。来，好，截止到现在，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游戏、所有的抽奖环节已经全部结束。那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搭档已经来到了我们舞台的中央。是的，难忘今宵，这美妙的歌声里有爱、有情、有温暖的祝福、有美好的期盼。难忘今宵。这欢乐的笑声中有思有想有感有不变的激情，有光荣的梦想。歌声中共祝愿祖国好。感谢所有的来宾和朋友们。告别今宵，我们收藏回忆，深情回望。告别今宵，我们满怀憧憬，全心起航。感谢所有的来宾和朋友们，和我们一同度过新年狂欢夜。让我们用歌声和祝福迎接新的一年，愿明天更加美好。亲爱的朋友们，2018筑梦一流，迈向辉煌，玉泉新年狂欢夜到此结束。再次恭祝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朋友们，明年再见。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场的老师嘉宾们一起到台上合影留念。再次感谢所有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位来宾，谢谢你们，大家晚安。